各位新浪网友，下午好，欢迎收看新浪体育视频为您带来的中超联赛超级杯的赛事转播。好，唐海吹响了双方上半场开始的哨音，是吧？虽然说首发阵容啊改变了大半，但是啊，我觉得，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乌龙吧！我刚想啊，你刚想啥？随真的啊，就是虽然这首发阵容更改了大半啊，换六人，今天呢整个的进攻要更有组，不越位对吧？首先不越位，好像是乌龙吧？啊。是不是张琳芃干大事了？哎呀，应该是吧，张琳芃吧。我感觉像张琳芃，我也感他欣赏的眼光来的，哎，他现在可能有点着急了。对，打门，嗯，哎，你看现在有没有变化？有什么变化？高林因为踢中锋啊，踢了大概20来分钟啊，啊，没什么建树，又拉边了，会不会又拉边啊？哎呦，小球挑的好啊，漂亮，打门，打门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漂亮，27分钟，克里维茨，这是高效的，哎，高效的配合。整了个2-0，嗯，再看一下整个的进攻啊，这一挑太漂亮了，你看，好了，帽顶回坐，回坐，啊，啪带一步，嗯，倚住后卫，左脚实射，打得还挺帅，走，你看，哎，漂亮，我们为什么？这是郑智回位吧？对，郑智回位，嗯，30分钟，场上比分呢，0-2，广州恒大落后，这球打门，再打，哦，关键挡了一下，还有。哇，人员密集，漂亮！哎呦，没有顶进的，这球都没进。后点包抄没有顶进，郑智，高林，高林，高林，埃尔克森，埃尔克森，哎呦妈呀，高了，嗯，还偏了。他会不会打三后卫呢？哦，好球，哦，漂亮！这是奋不顾身，再打一脚，还是有折射。关键这球这么踢啊，就让球迷啊，哎，觉得有点伤心。是，好的，打门，打门，哇，太正了，太正了。嗯，哎，哨子为什么响起来？进过尤文的球门。嚯，哦，嗯，我估计就有点克里皮嘛，你说。打门，有了没有？哦，你看啊，这个姜普样，估计是广州球迷。哎，这球有没有？哎，这球有没有？吹点球了，吹点球了。艾志波。波，哎呀，哎，我感觉碰到球了，是吗？啊，你看球的轨迹啊，哦，还是穆里奇，还是穆里奇先捅了一下。对，上赛季10个联赛进球当中只有一个是点球，这个怎么样？好球，打得很脆。28分钟，下半场28分钟，最后一个球，嗯，你要这么算，怎么也还有20分钟吧？你赶紧查一查，打平之后怎么办吧？哎呀，这个点球来的正是时候。金神挑到后点投球，哎呀，俯身轰炸，哎呀，53分钟啊，到了，到了，嗯，唐海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，2013中超联赛超级杯结束，江苏舜天在广州地头上2-1战胜了广州恒大，联赛第二，赢了联赛第一，嗯，捧得了超级杯。